今天又跟大家见面。今天我们都是讲这个意大利的 Lecta、啊。我们以前呢就是多数是讲一些分体的或者是外接电的 Lecta 产品啦。但今次呢我们就是讲一个真真正正一见过的 CD 机，一见过的合并扩音机。为什么我们会讲它呢？我记得呢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呢，我们曾经约过一些经销商上来啦，就是听这套机。他们都很快就讲一句说话，他说喂，你们有没有报错价？这样的声音没理由这样的价钱的、哦。那可想而知，这间厂呢无论它设计分体或者是合并机呢，都有它的能力在这里，有它的工价在这里。那我们简单讲讲上面这一部呢 CD 机呢就是 CDP603。它呢就在防震方面做得很好的。我们知道呢，因为它 CD 转得快嘛，你防震做得不好呢，你拾取信号呢就是会差很多的声音。所以呢它比如说哪一方面呢，例如它这个圆边啦，它碟仓呢是有一些避震的胶是特别去处理过的，所以它防震能力很强的。另外呢，譬如 CD 的碟呢就会比较弯曲的时候，它的阅读能力呢就可以去到是3mm 之内，它都可以是很顺畅地是阅读到的。好啦，咁指下面呢部合并嘅扩音机咧，啊，个型号咧就叫 ZXT70 啊，咁系呢个胆加 MOSFET 啊，咁佢咧有个特别嘅线路咧，就系叫做互补 MOSFET 自动偏压控制，咁咧就可以100% 兼容嘅，咁所以咧佢任何失真都会降到好低嘅，所以我哋听呢部机听嘅上嚟嘅时候咧，你觉得咧？是透明度啊的速度啊控制力啊都是可以完全表现到出来的。所以呢这个 CD 机加这个合并扩音机一起的时候呢是一个天作之合。如果大家希望用很少的钱去玩到 Lecta 的优势呢，这个是好好做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的话呢，希望你们可以上 Online Shop看看，亦都可以跟我們的showroom 預約去試音。如果有問題的，你可以跟我們聯絡的。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YouTube、Subscribe 我們、另外按下我們鐘仔、Follow 我們 IG 就 Like 我們 Facebook、今天先講這麼多先。